他走了之后，就是才去看那个淋浴的Facebook，然后就是看了难过，才知道他走了。那他其实那时候走的前几天，希望画会的人去看他，希望朋友赶快去。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讯息，就是很遗憾。对，希望他一路好走，回到他的亲爱的故乡这样子。 那我们。